这个大家又要来问问了，说这个电价到底会不会涨呢？马上就要来拍板定案。那其实根据了解，这个经济部恐怕也是陷入两难。但是我们要看到，王美花部长现在这样的说法，好，大家你怎么看呢？其实我们可以看到，他说这个夏天到现在晚上睡觉，他还没有开过冷气。他说真的很热，需要开冷气的时候呢，他不会开一个晚上哦，他就是大概开个几个小时。他说节电要从生活的小地方做起。那办公室有两台冷气，他只要开一台，而且他随手关灯关门。好，现在这样子，他说他到现在还没有开过冷气。王美花这个实在是就是真的是不足以论了。跟说刚刚讲那么大一个全世界动荡的这个一个判决，他讲了什么话呢？他说我晚上就不随便开冷气。他说他到现在还没有开冷气。哦，大家记得随时要关电。他这个动作就表示第一个他知道电不够，缺电嘛，所以要做一个经济部长，提倡大家要节省。要节约，这个对吗？王部长，就算今天电源很丰富，我们很没有这个样的一个匮乏的问题，本来就应该要节电嘛，本来就不应该浪费嘛，本来就应该随手关灯，本来就没有必要冷气开整个晚上，这些还要你来讲吗？就算能源丰沛、电力充足，本来就应该做的，结果你今天面对电力匮乏。会缺电，会跳电，会停电，会断电。你做一个经济部长，你负责这个政策的，你要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啊？结果呢？你告诉我们说大家随手关灯，变成你把你应该解决的问题责任全部推到我们每个人身上，叫每一个国民自己自爱、自己节电，然后解决缺电的问题。这光这一点，你有资格当政务官吗？你这是一个政务官该做的事情吗？你最近不是要说传内阁下台，你就是个下台，可是很没办法，他跟他老公两个，不然哪来这么大的 power， 占据了台湾政坛里面这么重要的位置，那胡说八道讲这些真的是给人家笑掉大牙的话。我再讲一遍，没有缺电的时候本来就应该节电，就应该省电，不应该浪费，还用你来讲啊？现在问题是缺电啊，你告诉我有什么对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？你不敢去碰民进党的神主牌，你不敢去碰他们的整个这个电能源的政策，那你至少告诉我有没有一些其他有效的，该怎么调节，或者你是要讲一些漂亮话，说哦，我们已经怎么样加强干什么干什么，要开这打一架什么核电厂什么整个电厂，要增加什么几号机，你是要讲讲一些话骗人也可以嘛？他竟然叫我们随手关灯，然后办公室两台冷气的时候只能开一台。我的老天啊，这是经济部长面对能源，特别是面对电力不足的政策，刚开始入夏，夏至刚过，温度开始飙升了，然后呢，各种各样的这个，所以这个问题都要来了。今年我看那个中国大陆，不知道什么河南，还飙到四五十度了，连那个地方都飙到四五十度，那我们呢？过去几年说真的，台湾是得天独厚，台风都没有进来，我们还勉强可以过。你现在给我讲这种话，好啊，你看看那些产业界该怎么办？那现在说可能要提高电价，我是赞成一定程度要提高电价，但是一定要提高大户，一定要提高那用的凶的，你不要去弄到小老百姓，小老百姓一般人是不应该涨的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你告诉我们一个比较完整的政策到底该怎么办？你绝对不应该讲这些胡扯的话，这是笑掉大牙，充分证明无能，早就该下台了。你今天民进党怎么推出这种人呢？那刚刚还有，等一下你大家会听到，像吴秉睿那个，那也都是把政策问题变成是个人在跟人家打赌，说什么拿他们的薪水要来抵，这个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向吗？这是能够方案吗？可笑到的极点啊！你这民进党简直是乱来。是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这个部分哈，吴秉睿对之前呢，他就是画押赞成哈。那现在包含了立委洪孟楷说，这个备载用电呢，在过去都维持16以上，但是呢，蔡政府一年内好不到8%，有十多天，为了2025废核家园断电、缺电、高电价，已经是梦魇了。那立委费鸿泰也说，过去民进党披马政府由电双掌换内阁，现在
自己呢是不是也要来换？我们可以看到2008年油电双涨，那么绿营是公道，马政府满头包啊。在2008年油电双涨，葛葵刘兆玄下台。好，到了2012年呢，这个马政府难以感受人民对物价油电涨的痛苦，这个话是蔡英文说的，现在听起来真的是就觉得极为讽刺。那么当时苏贞昌说政府带头油电双涨，物价涨不回去，要求换内阁。哎，现在这回力标达到自己了吗？乔欣，错误的能源政策它会影响到两个层面，第一个是国家安全层面。如果今天两岸开战，我们的能源价格这么高，而且如此的不稳定，你说要如何作战根本不可能。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范畴，就是民生经济。哎，你不要以为说呢，哈，我们呢，好，现在经济不想说，只要涨，哈，大户工业大户，一般民生就不会受到影响。通货膨胀现在多严重，哈，美国的通膨已经飙到史上新高，台湾也差不多了。所以我就问，先前大家还记得吗？鸡蛋在排队，对不对？蛋价涨了，对不对？我请问大家，蛋价回来了吗？现在过了这么久，蛋价变便宜了吗？也没有嘛。所以当时为什么2012年他在蔡英文在批评这个马英九油电双涨的时候，他说什么物价涨会回不去？那请问蔡英文这一阵子以来的物价涨有回去了吗？你做了总统，你有没有去承担这一切，让物价能够回去吗？没有，你根本就做不到。所以我们就讲，能源政策你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，你要分散。你有绿电，然后呢，你有煤炭，你有燃气，然后你也要有便宜而稳定的核能。大家记得吗？我们前面在谈核动力潜艇的时候，老师说什么？不用加油啊，可以稳定永远一直在发，因为核电它就是一个比较干净又便宜的发电的方式。结果呢，2025非核家园是民进党的神主牌，连一点都不愿意用。那现在乌俄战争打起来了，燃煤燃气的价格涨得这么高，台电跟中油已经快要被民进党搞到破产了。所以我告诉大家的是，即使这一波民生没有涨，台电跟中油已经快被民进党搞垮了，他们执政这几年来快要把这一些国营企业搞垮，陈其迈还敢叫人家出钱帮他盖动物园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非常的夸张？经营不善的一家公司，你还要求他出钱帮你盖你的动物园？然后呢，大家民众觉得什么？最近的电力很不稳，信义区停电，高雄热得半死停电，昨天台南也停电，大家就觉得你涨我电价又停我电费，到底这个政府是要怎样？所以我绝对赞成吴秉睿讲的，你的那个比2016平均价格贵的，就用你的薪水补，就用民进党跟民进党的官员薪水补。虽然都是干话，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。不要讲说时空背景不同，他讲得很清楚，是2017年电业法有没有通过，过了嘛，到2025废核之前比2016平均电价还贵的部分就民进党来补。好，所以不要想逃，这个委员说到做到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请委员再来看到，现在包含了是很多企业也很担心，甚至之前有传出，企业也可能要出走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，或许之前四年都没有调涨，可能不太对。但是一次，如果真的如大家现在看到的、听到的调8%，那么只调用电大户，小的不调，大的调，这样是把大的赶出去吗？所以对于企业来讲，当然对于这样的是也没办法接受的。第一个就是你突然调只针对大户，当然就是把大的赶出，这第一点。大的如果不出去会怎样？他就会把他的成本转嫁给我们这些小老百姓，是，所以我们还是受损失啊。我先讲一下，我觉得王美花这不开冷气，我觉得很荒谬。我看一下这两个新闻，去发现啊，发现啊，三立新闻网独家访问说王美花这个随手关灯，冷气仅开一台。我先讲，王美花你一定没有买过冷气，或者是你不知道你办公室冷气怎么样？办公室它应该是中央空调啦，所以你那个开的所谓冷气，你办公室不开，只开两台或开一台，它其实只是开关而已，它冷气机还是在发电呐、啊。那如果你真的是说哦，我是正独立一台，难道你是窗型冷气？你经济部长不知道窗型冷气能源耗的超耗电吗？那如果你是分离式的话，老实讲，分离式也是同一台主机啊。所以我就想说，王美花，你这个你在造神自己的时候，连冷气的运作原理你都搞不清楚。他告诉大家说，哦，我这个随手关灯，我冷气只开一台，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只开几个小时。我必须说，的确很多民众晚上睡觉只开几小时。问你为什么我开几小时？第一个是省电，再就是我觉得电费太贵了，实在太贵，没办法吹一整个晚上。
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喽，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，就会还原成水，不会残留，也不会污染。如果家中呢有银发族、有儿童、有孕妇都适用。如果您想购买的话，当然会在快点购购买才是最划算的。